首先准备3mm的六角扳手，枪上有3颗螺丝，1、2、3。兜起来就好了。然后记得这边有个凹槽，好，对准螺丝钢管。这样就行了。那首先3颗螺丝先含住。回到正面，对准屁股，然后先锁底下的，先锁紧，然后再把左右两边锁紧，螺丝锁紧就行。然后最后再检查一下螺丝的松紧。